无痛可视人流术的术前准备有哪些？一、选择合适的人流手术时间。做无痛人流手术比较好的时间是在怀孕35到55天以内进行，比较晚不能超过70天。这个时候孕囊的大小合适，不需要扩宫，就直接将孕囊吸出。二、做好相关检查。在无痛人流手术前，女性还需要配合医生做好相关检查，有尿妊娠试验、B 超检查、白带常规、心电图等，以了解女性的身体健康状况。如果诊断有妇科炎症等不能做人流手术的情况，要治疗后才能进行。三、手术前的准备，在准备做手术前1个星期要避免性生活。手术前一天需要淋个热水浴，换身干净宽松的内衣裤，注意避免着凉。前一天晚上早点入睡，保持好的精神状态。